还是啊，手上什么都没有啊。嗯、你回、啊、你回答我，我才知道你不卡。好，我说一个什么话，你能回答我一下？好好，我数三个数，就在这手上，你这么靠近屏幕、嗯，这么大大的吹一口气，这口气吹长一点，你别再说了，再说用你的肺活量。好，吹个3到5秒，好不好？好，一，没，二，三，吹。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怎么就一张大嘴就过来了？嗯，这你都理解不了吗？我气死了，这没理解不了。什么呢？我都吓一跳，我东西都吓掉了，啵啵，是吗？对的呀，对的呀。咦，齐墨瑶，你挺会呀、啊。